据媒体报道，近日小 S 的三个女儿参加舞蹈比赛，小 S 与老公徐亚军现身比赛现场，为女儿们加油打气，一家人合影留念，气氛温馨。照片中，小 S 夫妇均身穿黑色外套，佩戴帽子，在女儿身边不断鼓励女儿。网友评论道：“薛老三都比刘真跳得好耶，因为有巨星妈妈，没办法，第二张好美。”瑞丽天，你这个妈妈也太会生了吧，女儿都好厉害哟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